再加多一点。好，这杯比较少啊。就让它泡泡发起来。正常，好到要吐了啦！吃完饭，然后一连串荷包大吃蟹。OK， 我现在讲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房间有三个人，然后我们这个房间只有一组沐浴乳跟洗发乳，然后我们去柜台要洗发乳跟沐浴乳，结果没想到鞋子跟浴巾都没有，我们就忘记毛巾英文要怎么讲了。我在那边比，然后结果他都听不懂，我还这样子，然后我就用画的，然后画到一半他就看懂了，然后他等一下会把我送上来，就是非常尴尬的一个场合。难言。